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子，现在是早上的5点钟，和我爸妈和我妹妹开始去拉葡萄去，把我的葡萄今天全部给摘了拉回来。现在早上的5点15分，天都还没亮，出发了。拆一个小黑狗，现在正在采摘，我给大家随便拿一个看一下，看着每一串都是这样的品质，尝一个，哇，好吃！看到，漂亮吧？学呀，你的很好，哥，哥这回给我拉个，这我也单车上还有酒。啊，我就学嘛。很无聊，乱七八糟东西，那很。现在开始装箱了，看一下。这葡萄，我妈单独在这里打气柱，每个箱子里面都得把这个气柱打好，防止葡萄在途中给磕落。这些都是早上刚刚摘的。装好的就是这样，进来看看两个小家伙，受委屈了是不是？啊，我的小米粒和我的小黑米都受委屈了，外面在装货，把你俩先关在房间里面，没办法，要不你俩出去捣乱去啊，是不是？嘿，伸个懒腰，小米粒。你俩在房间里面还玩上了啊，不孤独了是不是？哎呦呦，你压着人家干嘛？玩去吧。慢一点啊。都在忙活，外面在忙活，你俩也在里面忙活，咋感觉你俩比外面的人还忙活？从早上装到晚上没装得了，因为装这个葡萄太麻烦了，你得太慢了，你得一串一串葡萄去挑去捡，然后把不好的葡萄或者小一点葡萄都给它拿剪刀剪掉，剪掉之后然后称重，称重完之后，我妈在这里给它打气柱，然后再封箱，所以说今天只能装一半儿。没办法，看一下，这都是捡出来的葡萄，捡出来这么多，那边还有一筐。其实捡出来葡萄是好吃的，特别甜。
车来了，准备发货了。哦，现在已经晚上十点多了，还只装了一半，明天还得再装一半，因为这个葡萄山区是真的慢，特别特别慢。你吃多了？却恐惧，我能找到答案。